紧张了。其实你说话声音很好听，但为什么一唱歌，然后就整个就提起来了？太紧张了，声音发抖，对，抖得厉害。你说话声音挺好听的，你看你唱歌就像你说话一样。我再低点，低一点，你唱你听听。你下一次再低点吧，好吧。我觉得刚才已经压得够低了。对，你这个调起的不高。嗯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啊。时间是49秒，也还是可以的，可以获得由农夫山泉提供的饮用水一箱，非常恭喜，这边领奖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选手。评委老师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，我叫张杰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《望星空》。夜茫茫望星空，我在寻找一颗星，一颗星。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了。他是拧着唱的，他是哼着唱的，是吧？对，掐的。我听了特别难受。但是你的嗓子比这个好得多，你为什么？对，你说话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为什么一唱歌就变形了呢？自然一点。有点紧张吧？你再唱一次吧。你再唱一句，唱第一句。夜茫茫望星空。啊，这样就比你刚才好一点。我在寻找一颗星。好一点，好，谢谢，好一点，谢谢，谢谢，好一点，谢谢。要放松。您这好像还是这个鼻音很重啊啊！他没办法，他是挤上去的，他没有方法。跟得了鼻炎似的。您这一挤，把那颗星星给挤掉了。那您这样唱上去，那高音有点像猫叫，你知道吧？特别尖。可能是有点紧张。我不相信真的成猫叫吗？不光是紧张，不光是紧张的问题，而且是一个歌唱方法的问题。你要学一学，你的嗓子本质还是可以的。知道。好，张杰这边请。怎么了？是腿脚不太方便，是不是来这边？我是个残疾人。几年前因为车祸呢，我截去了左腿，现在是装的假肢。装的假肢，那感觉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参加我们这个活动。虽然身体残缺了，但是唱歌呢永远是我的梦想，我喜欢唱歌，所以我今天就来了。是为了梦想加油，是不是？今天的唱的时间呢是17秒，但是咱们这种精神，咱们为了梦想敢于去实现，就是已经很不错了，好吗？好，您可以获得由爱德森电动车提供的精美礼品，这边领取。好，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下一位挑战选手。观众朋友们，评委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选手朋友们你好。选手朋友们你们好。我给大家演唱一首《我和草原有个约定》，献给大家。我天哪，你这普通话得好好练练了，都说成这样了。我是一农民。开始吧，好朋友。总想看看你的笑脸，总想听听你的声音，总想勾住你的干饭，总想举举你的酒嘴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寻找广东的根，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，阳光迎来了春，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，住在你街口如此温暖，看到你的奶就如此甘醇。挺好的，我觉得这首歌不太适合你，
你应该选一个比较高亢一点的。这首歌还不高亢啊，这已经够高亢了，都到炕村了都，这都到炕头上了。这首歌很悠扬，不太适合的。哎，我唱天路行吗？啊，对，大家选个天路应该还没错。你选天路啊，可能比这个好得多。这首歌我感觉什么呢？我小时候我们两个街坊啊，女的，他们俩发生矛盾了，出来都是这种声。就是说，你想天路可能比这个好一点，你试两句吧。中啊，天路直接高音怎么样？好。